B 36.2，好。哪里有？37，拜拜，拜拜。Go go go， 出发喽！是我们的早餐。终于到了，我睡着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拍厕所，反正就是小木屋厕所。哎，走了。这次爬圆嘴山的团员就我们四个，我们现在暖身。我们报名不是有六个吗？没有啊，大家都说说而已，不来。说说，只会说准。好了，我们到登山口喽！登山口，耶耶，我们到了，耶、yeah！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边登山口啊，直接上，直上 1.5 吧，直上 1.5 到山顶、嗯，然后下来，通常山顶下来有人会直接走这个啦。这个支线，然后下来后再走这个山路回来，所以我们要走这样回来，这样子就很快啊。这样如果只是这样的话，大概中午左右就下来了啊。如果你要这边到烧来，然后一直到一个登山口，嗯，对，然后我们要走外面这样回来，对，然后再走外面回来，山顶就下来了。我也觉得，确定不是现在就不是要下去了，现在不是要回家了吗？现在到登山口。哎、欸，这边会有熊出没哦、喔，啊，熊出没，熊出没，哎、欸，有台湾黑熊哎、欸。还没到台北啊？不要，不要卖鸡了。好，这是录影，这是录影啊。现在才要开始，怎么好像很喘？还、欸、可以啊，不会。我们就是废，废，转过来一下，对，拍一下。请问前面那个背两个包包的是干嘛？然后，哎，然后前面的，那我要开录影了，全记录。帮你叫个计程车，确定是计程车吗？计程车，没有了，再慢一点。真的、哦？不一定要那么快，你愿意？带你想要看的。哎、欸，彩橙来了！彩橙累吗？你可以试试看啊。完全没有办法喝水、欸，对不起。从山底下的厕所开始走、欸，哎，你在厕所那边找到了。白痴哦、喔，走到厕所没有，然后再走上来，然后在他换外套的地方找到。欸、放外套的地方，放外套的地方对不对？我停下来的地方。可以啊。够陡吗？这个绳子的走向。很陡啊。哎、欸，好了，其实还好啊，就这样而已。要从这里上去。Go。上来了。拿好哈，别掉了。来，下一下。哪里啊？这里吗？转一圈，然后从后面绕回来，这边给我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么吵。
超陡。要出发了哦！你知道在看什么？走了 ，Go Go Go！ 多冷啊！现在大塞车，要下山了。从那边看过来，就是这一群人在上面。对，往左边。好了，可以下了。对啊，上次徐普说他要下山跟朋友吃饭，所以我们就走这边先下来。又是没有爬到烧了，这次又是没有爬到烧了。哎。走了。下来了，回家了，吃饭了。啊，来来，我拍一下。是你在抖？超抖！看我会不会抖？抖什么抖？好，我们已经下山了，现在在走公路，准备要回去牵摩托车。今天感想。没有，非常累。我以为你今天敢讲一个字，干一个字干。竟然有人把我的镜头盖弄不见，害我还要下山回去找，再走上来，走两趟，走两趟，还不给我水喝，妈的！他们直接到山顶，要到山顶才有水喝，妈的！好，换你。敢想，想睡。换你。好累啊、哦！好累哦。想睡啊。欸、我忘记我刚刚讲什么嘞、欸？你就说好累啊，讲什么？不是，我刚刚有，我刚刚想到我要讲什么。我讲什么？我要讲什么去了？好，然后就没了。啊、算了。我要讲什么？刚刚上来的时候骑车骑到快睡着了，然后刚刚上去是你的机车油门吹不起来，自己油门。不知道，可能后面那个人太重了。他上坡只有40。好像对，吹到底之后40，我怀疑是不是后面太重了。没有，我体重跟你差不多、哦。好，刚刚去。对啊，这两个人体重差不多哦。你不能怪我、哦。知道。然后他在山顶上睡了一个午觉。睡个午觉。睡个午觉，耶。Yeah、靠。看那姿势有没有准的。酸奶配炸鸡，妈的超肥，爽！好了，我们已经下山了，我们已经下山了，现在来吃炸鸡啦！有没有洗手啊？我要先开始嘞！你有洗手吗？